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折叠之间。有折友想看一下咱们的这个仓库啊，正好我们今天要去切一些这个纸来做活动，所以说我们就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简单的看一下我们这间屋子里面放了些什么。这一边啊，我后面你看到吗？这个架子上放的全是进口的折纸书。我们正前方这个架子上。是杂志啊，杂志，然后上面的呢，辅材就是耗材。之前你们可以看到，之前你们看到过这个架子上面吗？就之前全是 Kami 的，它已经全部清空了。今天切的纸呢也不是很多，有个六七包吧，然后先切一些出来给大家做个活动。这间是我们干活的屋子，然后准备出发了。这个小狗它在这坐着，我走了哈。这一共放了1、2、3、4、5、6大包，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散的。OK，那咱就出发去切纸去。纸切完了，这些就是我们用来做活动的纸，都是34厘米的、28厘米的。